一定会很开心，因为在这个视频当中呢，我将向你展示如何在网上赚钱，并且通过 PayPal 收款。这个方法呢比较容易，你甚至呢可以用一只手就能够完成它。为了给大家一些启发呢，我想告诉你用整个东西能赚多少钱。你想知道吗？做好心理准备，因为呢你每天都可以赚取高达1895美元，这简直太棒了。这种方法呢，你不需要有任何的技术或者技能，或者任何之前的一些经验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是完全的初学者，那么这个是绝对的非常适合你的。我呢更喜欢这种方法的一点的是，这个是全球都可以使用的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无论你在这个世界的哪个地方，只要你使用笔记本电脑或者是手机，你就能够赚近2000美元。在今天的视频中呢，你可以做到。除了我说的每一件事情呢之外呢，你肯定喜欢听到这一切都是免费的，这是正确的。你甚至不需要花一分钱，因为它保证100%的是免费的。现在呢，我确定你想加入这个方法，一定要坚持看完这段精彩的视频，请确保不要跳过，这样呢，你就能够完全掌握整个过程，避免呢就是任何的混淆和错误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，别忘了点赞、投币、收藏、转发一下我的视频，也别忘了关注一下我的个频道，这样呢，每当我有新的视频呢，你就会第一时间得到通知。来，先看看这个。这就是你要做的第一步，在实际做任何事情并进入正式程序之前，转到谷歌，在搜索栏里面搜索输入漂亮的花 pretty flowers，然后呢进入到图像部分，它就会向你显示所有含这个花的照片，然后呢向下面滚动找到你合适的图片，先把它放到一边，因为它将是你以后的赚钱的工具。现在呢，让我们去到另外一个网站，在那里呢你可以从你之前的花中来赚钱，这个名为Teespring.com 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，来创造和销售产品，吸引你的粉丝，并帮助你的内容变现。该网站呢有三个优势：这个没有成本，没有麻烦，没有任何的风险。这听起来的是神奇的。我想让大家浏览新页面，向下面滚动一点，然后呢，这样你就会发现这些奇怪的东西呢就在这里。它们呢有衬衫、卫衣、裤子、打底裤、手机壳、配件等等。我现在相信呢，你已经知道如何利用Teespring 来赚钱的，那就是根据你之前保存的图片来设计产品。在这里呢，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这个衣服，有 T 女士 T 卫衣、运动衫，还有很多很多。在页面的这个左侧栏目中呢，有不同的服装的这个类别。在这里呢，让我告诉你怎么样才能做才能成功。还记得我们之前保存那张图片吗？你要把它用在服装上作为设计，然后提交给 Teespring.com。Teespring 呢会帮你完成这项工作，因为他们会把设计放在他们的平台上，然后呢让消费者可以看到他们来购买。顺便说一下，你不需要担心，就是说得到比预期更多的设计，因为呢这一切都是按需求印刷的，这样呢就不会有多余的衬衫，你就不会有任何的损失。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公众号"梦想主厨"。那我们进入到这个页面，看一看他工作的第一步，立即设计和创建定制商店。第二步呢，简单的研究账号推广去分享。第三步就是获得相应地方，他们为你处理生产、运售后的，像123一样简单。然后呢，我来试，就是说如何完成一个免费账户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呢，请不要忘记按下点赞按钮，并订阅一下我的频道。现在让我们回到视频。话不多说，我现在向大家展示如何去注册。回到主页，你会看到这个粉红色的按钮在页面的右上角，上面写着"开始设计 Start Creating"。点击它，你就会被重定向到这个页面，在那里呢，你可以开始创建你的账户。他们呢会让你填写这里的一些字段，从你的名字或者品牌开始，然后呢你要输入你的电子邮件地址，然后就是密码。正如你在这里看到，你必须确认你的密码，以确保最大的安全性。最后呢，勾选这个框"我不是机器人"，然后表示你是一个真正的人类。一旦你完成了，你就什么都不用做了，只需要点击这里的这个提交按钮即可。就像这样，然后呢，欢迎来到这个。Teespring.com，最终呢，你就可以使用这个赚钱的方法来进行赚取收入。在成功登录后呢，我想让你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点击红色按钮，创建一个产品。一旦这样做了之后呢，你就会被重定向到这个页面，在那里呢，你可以自由选择你要在什么衣服上打上你的这个 logo 设计。此外呢，你将看到这个 Teespring.com 的建议，哪些品类是这个目前最流行的。有了这些建议呢，我强烈建议你这个遵循他们的建议，会节省很多时间和更多的努力。你将不再一个一个的浏览每一个类别来找到你想要的，因为他们已经为你做了。在时尚的服饰中啊，Teespring.com 推荐这个蚕丝网，因为呢很多消费者呢都在购买这些，
说了这么多呢，让我们尝试设计一个经典的衣服。现在让我们进入创作过程。首先呢，上传我们之前挑选的这个设计，下一步来点击这里这个按钮添加图像，添加在我们之前平台上下载的那个花的那个图片。一旦你这样做呢，你就会看到这个花朵镶在这个经典的长袖上面了，就是这样这个样子。现在呢，你的设计呢已经在衣服上面了，你可以根据你想要的或者是你的设计来操纵它。你呢可以选择横向、向上、向下或者移动这个图片，但是我建议你把它放在中间这个位置。你也可以自由的修改图片，这样来让它更适合你想要的这个状态。你还可以选择极简主义的设计，也可以选择这个响亮的设计。这次你的选择，一旦你完成了所有的设计定制，继续修改服装，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最好的这个适合的颜色。之后呢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去设置你的价格，设置一个价格将不需要你任何工作。其实我呢已经提出了一个相对不错的推荐价格，他们已经把今年的长袖自动设定为28.99美元，你的佣金实际上是价格的 50% 以上。对于这个 28.90 美元的提案，你将赚取到15美元，这是非常不错的，这个太棒了。所以呢，这些出色的功能以及上面提到的简单步骤啊，你绝对不会放弃这个极佳的机会，这完全呢是革命性的。最后呢，我想给你一个额外一个奖励提示，就是呢，感谢收看本期视频直到最后。如果呢你还在这个地方收看呢，那么我将告诉你如何提高你的收入，达到这个无限的天空。对于这一步呢，我希望你去 Facebook 其他社交媒体呢也可以，我知道你喜欢去这个网站去寻找关于花卉的这个爱好者，你可以搜索任何与之相关的关键词。现在呢，让我们选择花卉爱好者。 Facebook 呢会显示与你相关的关键词的大量的群组，然后呢我们加入这些小组，加入这些群组。一旦我们加入之后呢，你唯一的工作就是上传经典的长袖设计，并且附上你的产品链接即可。现在呢，有了这个非常有用的建议呢，我保证消费者会去 Teespring 上购买你的产品，这将为你获得更多的收入铺平道路，从而赋予你的财富自由的天赋。就是这样，这就是萌想总数的干货。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，点击通知铃点赞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